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王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一群人坐在一起准备搓麻将，我们都一起跳街舞的故事，无法天女。好的，故事的开始，我们看到一堆精壮的成年人坐在一个工地高头，有的人是爆炸技工脑壳，那个脑壳染的那个颜色也是五颜六色，有红色的，有白色的，一看都不像好人。你再看他们那个嘴巴，你们是找乌烧蛇咬了的吗？中毒了是不是嘛？那个嘴皮子乌漆嘛黑的，你们不用搬砖吗？在那个地方坐到，但是包工头来扣你们工资哦。是你没有看错，他们坐在那个工地高头准备商讨如何霸占地球。于是他们就派了一只狗熊出去，都是那个撸啊撸里面俺起来经常说的，你看到我的小熊了吗？我看到了，你的小熊在那个街上调戏良家妇女，你看他二话不说直接都来了一个胸部激光，黑的我跟女主角直接开始了他的尬舞变身。是你没有看错，那头俺起来的小熊马上就要找我们女主角躲蜜了。好的，经过了一番的努力，我们的女主角变身完成。但是我们的狗熊宝宝好像已经看不下去了，直接使出了他的熊掌波奇波，准备一脚把我们女主角踩死，但是没有踩得到。咦，你还要哈哈大笑？跟你说了，你没有踩得到啊。然后我们的女主角反手都跳进了他的街舞室里，你没有看错，在街上跳舞，简称街舞。但是他跳的是那种很尴尬的那种舞。紧接着，我们都看到女主角搓了一个火球射出来，都像那个名人搓螺旋丸一样。然后都看到他一脚把那个螺旋丸踢出去，打的那个狗熊喊搓搓。紧接着，我们都看到那个狗熊哥哥使出了电眼。逼人试图消灭那个无法天女在那个烟雾之中，因为他跳的舞已经闪下了那个玩的熊眼，毕竟我都要找不当住了的嘛。但是女主角还是没有找那个狗熊打死，紧接着女主角都召唤到她的上次无法天舞台，准备用那个尬舞捉迷掉那个可爱的小熊熊。然后我们都看到女主角开始跳起了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屁股扭扭，我今天要把你捉迷了。哎呀，一不小心我都唱出来了，真的是太有趣了。好的，经过了度日如年的施法，前摇我们的女主角终于集起了威力。但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那头狗熊居然消失了。那个事儿，我们无法天女心里面肯定想的是，嘿，老娘辛辛苦苦跳舞给你看，集起了威力要躲避你啊，你把钱跑去了，你都是能够不给面子的吗？但是我们的狗熊心里面肯定想的是，你瞧能不能够尴尬，哪个看得下去？哎呀，算了，还是回去打游戏睡觉，搞不笑而已。就在那个事儿，我们的反派看不下去了，决定现身说法，让他晓得啥子叫街舞。于是就现身说法，现场给他跳了一段来自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的混沌之舞。你看嘛，给他的那个舞配上啥子左三圈右三圈，脖子扭扭屁股扭扭，我今天要教你跳街舞，是不是都没得违和感的了嘛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就给我点个赞吧。我是金花哥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